连山庄，颐和圣堂。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赚道总会带领道亲来神莲山庄颐和圣堂参观访问。哎，欢迎欢迎！哦，欢迎。欢迎欢迎！哇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哈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哈哈。哦，都到新来神岩山庄颐和圣堂参观。前行精神可嘉，不怕困难，来参观道场。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多亮，
但是而且咱是人水，是吧？敢若啊，上位是人水，但迄个猪仔都会猪蹄，所以个猪蹄。相信讲，人讲咱拢必须指导啊，必无指导呢，会当来从咱的道场，搁再来用心发扬光大。我相信讲，这是咱今仔来的目的。啊，有时间非常的真紧啦吼，咱预定吼，要请到咱的这个育儿圣堂的，咱讲咱的李总干事吼，因为这个干事的主笔，预定要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差不多三十分钟啊，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完的时阵呢，来请到咱的会员哦，即个国老来去参观哦，参观。一定就是4:40，4:40哦，啊，准备就是要复归，要起程哦，要等下咱的故乡哦，4:40，4:50上车哦，啊，就开始。咱十二台的车呢，慢慢就复归。我想你讲，今仔一路愈迄个个旅程哦。应该是讲安尼，予大家真欢喜安尼，啊嘛唔敢予大家各位想老车，想啊唔转去啦，吼、哦，所以讲咱今仔来，时间是重点事的，下摆若有机会，恁大家若有想要来，啊，恁就甲咱机会，也是咱讲，路程各座山的经历来报告。啊，恁若讲哦，一台车、两台车、三台车，也是旅行车、轿车，我相信恁最后来，咱的迄个李总干事呢，伊会足热心。靠时间来陪咱，啊，因为咱今仔日就是讲咱的义和圣堂的前任、副前任，也是叶建老师，拢去国外吼，开发了五工啦，吼五工，所以啊有打电话转来，真抱歉啦吼，无法度来亲身甲咱连接，因为拢是国外吼，啊，所以讲大家吼，到伊时阵来就坐吼，时间非常的宝贵。啊，恁若手掌若无干露水哦，遐手就瓦紧吼，嘴干吼，伊个。陪护人员吼，志工吼，伊也看袂到吼，你有摕到，感觉水无摕到嘛，唔知吼，你若无个野手吼，大家免谢伊吼。啊，无咱请着咱总干事吼，过来个。各位点律师，各位前任在地，大家午安。欢迎咱诸位大殿呢，莅临阮这个义和圣堂来搞阮的神祇稿，来搞阮普照。那么因为阮家点律师呢，拄啊真拄好啊去泰国开这个法会呢，所以呢，每户堂刚回来的时候，甲咱大家迎接，做这个安尼真歹势。那么阮。这个来对神，这个也是简单的这个感慨呢。我就请这个帮领人，请帮领人来给俺们助臂啊。
来，安尼欢迎你们。哦，即摆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尽量把握。哦，以上。各位点文书，各位前年大爹，大家午安。希望着咱天地祖德，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德良缘，以及着了咱老前人五代医生，而今仔日呢，咱因为咱前人呢，当然也是住伫咱三楼顶，咱因为咱前人靠十几岁啊，啊所以。有可能伫行动方面啊，较袂遐勉强。那咱负责人，咱点文书呢，全部今仔日伫咱十一月初三到今仔日初七五天，伫咱泰国咧开法会，所以呢，袂当呢来迎接着咱各位点文书啊，各位前人大德，用咧讲真正抱歉，真正抱歉。那而且呢，何况呢，有受到了咱副监理的慈悲之施。当然呢，因为咱拄只有请示着咱点文书呢，咱中华站的点文书，伊讲咱各位大家时间上的这个会拄好，所以伊半点钟也袂从咱大家做一番咱如何形成有一寡咱一贯的的这个文化。当然呢，因为我拄只有听着咱点文书主编讲四点四十分要上车，如果若到半点钟，可能咱要看的是咱要去大家所在行行看看，时间上可能无拄好，所以我尽量以简短的言辞啊，以简单，互咱大家会当做一个概念，啊，咱转一个呢，起来咱各地各所在呢，甲咱参观指教。那伊这当中呢，当然因咱这是种电脑可以的，所以呢，当然嘛是要咱电脑人员来从咱配合。那呢，咱伫拄只要起来呢，咱伫这个楼梯前遮呢，有一个青豆石啊所拍，叫做九龙盘宝图。那呢，这个九龙盘宝图呢，当然伊的意义，因为时间相关的话，简单啦吼。九啊，就是龙的结束。那龙呢，若要讲是一种的姓氏。而过去以来，咱大家拢了解讲，咱人就是万灵之灵，这个万不是灵掉。所以，咱过去以来拢讲，咱人就是龙的传人。所以呢，咱人若真正要达到真正咱后面那边归根入母，咱必须爱真正回归到咱过去。伫李天所来的这种阳顺阳的这个灵性，所以呢，教就是阳之极，教就是阳之极，那阳就是这个性性，所以就是至尊至贵。咱第一就是一定爱得教啦，咱求得了后，真正真修实行，而恢复到咱本来面目，而咱真正安尼，才当倒转到咱归根入母的所在。当然呢，好较简单吼。因为咱为了节约时间，咱这文字呢，咱啊收录起来。当然呢，若如果讲咱各位今年代表有需要，因为咱这有一个简介吼，啊有这个介绍，咱会使时间上啊，拄好来咱遮啊，拄好啊，搁有剩，咱会使做一个吼，互咱各位方便。那以咱对联呢，当然呢是咱以这个咱要做一个大吼，那因为当然咱。如何形成？啊，就是咱由咱何老先人，咱永远做何老先人。而所属内面，咱如何形成？就是三十一单位之中的一个单位，
哦，咱三十个其中一个单位，所以呢，咱一个了二号两字，就是咱过去咱前人的活动呢，受了先分所带来风俗，所以咱完成一个二号圣诞。那这个二甲号，就是讲大家会当呢，以二来讲发出着咱的慈悲心，二道亲呢，二会当大家和合，能够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所以叫一个咱二号做这个咱圣诞的这个明星。那你伫咱这个入来的大门的两边边啊呢？哦，伫大门边有两边边呢，有一柱一边大边就是咱定边万岁，那小边这边就是咱定边将军。那你咱定边万岁甲定边将军？啊，就是咱师尊的这个冠孝，咱师尊的冠孝。那咱师尊的冠孝呢，伫大方做到了后，二呢伫这个成道了后，是咱老母娘贴好为定点万岁，啊，甲定点将军。当然，咱定点将军阁有另外一个称呼，啊，就是咱三天主客院长大人。啊，所以呢，这是咱两边的这个人。一对的这个咱师尊的这个冠孝，定点将军加定点万岁。那当伫这个大门呢，咱这个大门呢两边边啊，都要刻九尾龙，九只这个龙。那你九九龙呢，也是至尊的这个意思，至尊的意思。那伫这个中门呢？有可能咱大家较无了解，